啊，这个选取这个碗的过程当中哦，上一次泼的影片哈、哦，它只是一个雏形哈、哦。那事实上呢，它在很多的环境里面不见得会拿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练熟一点。它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吃完东西以后就把碗拿起来，让它变成一个习惯。我先玩在那边嘛，把食物先丢进去。等等哦，等等哦。OK， 拿着。现在有点迟疑。拿，拿，不吧，拿，来，拿，拿着。我已经把它摆比较远了，那他吃完饭就要拿回来了。等等 ，OK， 去拿，拿，拿着，去拿碗，拿，去拿。Yes， good job。你看这个过程中多难练。他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去拿那个啊，等等，坐，不动哦，等等，等等哦 ，OK， 去拿，拿着 ，Yeah，good job。这狗的这个情形很奇怪，它有一点距离，它就觉得不一样，它不一样就有一点恐惧。啊，去哪？去哪？啊，来，不跑，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你看，去哪？你看，远一点它就不拿了哦，所以那时候再鼓励它一下。拿着，去哪？你看我们在训练狗，只要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它都察觉得到。刚跟那个距离有一点变，它就觉得不一样。来，去哪？去哪？你看，哎呀，它觉得说那一点距离跟原来的位置不一样，它是不是要拿？你看狗就这观察很细微，来拿着。Yes, good job. 那我们训练狗里面的技巧很多。来，坐下。等等。变胖，一直吃。每天的吃饭都是从训练中心 去吃的啊、哦！来，去哪？去哪？来，去哪的 ？Yes, good job。这把它推远一点，推远一点，它又不拿了。你看哦，奇怪。去哪 ？Yes, good job.
进来。啊？来，进来。来的。耶、yeah!，good job！你看，光训练一个人拿碗，他的高低、远近都影响那个狗。狗的想法很单纯的、啊，他就是说，哎，刚刚那个距离，他觉得哎，拿得顺顺的嘛。你只要移动一点点，他就知道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主人好像有动过，是不是呢？要不要拿？他觉得那个味道、空间都不太对，他就有一点迟疑啊。坐下，等等。几率之高，稍微移动一下。吃完了还是要过来看一下，去哪？耶、yeah! ，Yes， good job。好，今天先练到这边，这狗。